大家好，我是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狗子哎，不是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钢印爱人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草原，今天是我突20万粉丝的第七天，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，让我来说两句。宝贝，六一快乐呀！很高兴能够认识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永远开心，永远陪在我的身边，我会陪你们过一年又一年的六一。六一儿童节快乐！或许有些人和我一样，已经年满14周岁。但只要保持着一颗童心，每个人都可以过六一。然后不是水波丹明天带着他女朋友一起回来了吗？如果草原这个礼拜能突破33万粉丝的话，草原会抽粉丝送这个水波丹2选1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只要在评论区打出六一快乐，就可以触发隐藏特效哦。草原，你头发是绿的吗？看到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的份上，我就宠你们一次。对对对，我头是绿的，比北极光还绿。新粉接吗？当你老粉陪你到50万。 OK 呀、啊，我在站下面等你，投入我的怀抱。最后再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，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草原，期待你的关注哟。